溫度咧就唔係特別係高，可能20多度呢啲情況，濕度高喎，可能90%嘅相對濕度，咁用 dry mop 比較適合啲，佢將你室內嘅濕度咧就係、是、減少，減到可能60%到。而溫度唔會特別同你借好多冷嘅，不過都係可能維持翻20多度到。咁呢用 dry mop 嘅好處咧，就你覺得清爽啲啦，因為其實如果當濕重嗰時咧，你發覺硬係唔舒服啊，流汗咁嘅。咁就如果當 dry mop 嚟講，個感覺就好多啦。咁亦即係話咧，咁你唔需要特別製咁多冷咧，都係慳到電嘅。而 dry mop 其實可以慳翻成差唔多六七成電嘅。